教我怎么做你才满意粤语的。你用啊，你好用啊，你大家用啊，你啊。你想我点样做？你想我点样做啊？你想我点样做？我都用啊，你。你想我点样做？你先满意，你先满意。你先满意啊？你想我点样做？你先满意啊？哎，你好啦。真的，哎，讲方言比较有感觉。对啊。你想我点样做？你先满意。你用啊，你我用啊，你大家都用啊，你啊。我认为非常水是一个标准的。不是，你想我怎样做你就满意。啊，那就话跟我跟你讲嘛。我跟你讲，你咩就白啦，我跟你讲。啊，那就话我笑啊，你讲乜啦？你讲